干什么？陈东，真的是你！谢谢谢谢，赶紧去帮忙！你自己认错头，还好意思找我帮忙？好家伙，不行，你行吗？你去了，马上解决！我没帮他吗？我让他躲起来，他听吗？陈东，我侄子今天才6岁，明天又是他生日了，他天天问我。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？什么时候回来？你让我怎么回？但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，不是，你不能见死不救。当初是我没有法律意识，还让我别惹麻烦，别耽误行程。行了，他也被耽误我行程。这要是被打断一条腿，明天也得给我进沙漠。这要是进不去的话，就是打断他另外一条腿。我给他配个双目，我让他走。要人命啊！你说话呀！我要的是钱吗？是钱吗？话。 没事了，叶刘希，啊！今天我不想惹事儿，也不想挨揍，你帮我。800，你在周华一千，你还想叫人？行了，你给我出来，出来！来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啊！姑娘，今天这事跟你没关系，我们要找的人是他，以后别伤着你，你给我出来。往我身上招？谁呀？你谁啊？ 包老师告诉你们吧，我是他专门请过来的，全国3届武术冠军。像谁啊？我还领人钱呢。走，出来。这地儿太小了，来，咱们换个宽敞的地儿。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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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
别浪费时间了，一起上吧。上。哥，别跟他废话了，打就完了。打吗？你们知道他来干什么的吗？啊，不知道就动手。我这次来是要再走一次山崖县，去找他们。你能保证找到吗？是啊，说的对，保证不了，但这次找不到会去第二次、第三次，找到为止。那专业的搜查队来了都找不着，再给我次机会。程东啊，人都没了两年多了，是不是这次就算你干了回人事吧。说到做到，别怪我们看不起你。程东，我们就再信你这一次，就这一次。走走走走吧。走